小姐，我们先来个安检好吗？起来。你鞋里面藏了什么吗？没有啊。那方不方便脱下来给我们看看呢？不行的，我鞋很难脱的。哦，没关系，你只要把你的脚放到这个台上，我们有同事帮你脱。麻烦你。等等，哦，原来是这个，那没事了，对不起。这是什么？海胆。那这个呢？开海胆，你开海胆干嘛？吃啊！你平时就随身带着海胆来吃吗？犯法的吗？不犯法、啊。吓死我！刚刚你一直鬼鬼祟祟的拿着这两杯水，是不是下毒了？我开玩笑而已。哎，这个真的吓死我！就是要吓死你！我都快吓尿了！我跟你喝一杯吧。哪个是我的呀？都没人喝过的，随便了，喝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这么酸的柠檬，我还以为你中毒了。什么？我还以为你……乐先生，乐先生，住手！乐先生，你干什么？喝点酒就没事了。啊，乐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刚才你晕倒了。啊。